门道，你袂甲买，太贵。你会买啥？你会买你别个物件偷偷，对不对？叫做便宜吼。一边鱼加啦，三枪四尾加啦，伊才好样讲，有钱吃面，无钱你免吃，伊就咧讲这类鱼啊。哦，传说中的好鱼啊啦，来，吃两块一定要吃千块。弟弟，你有要吃无？你敢要吃便宜？哦，你还无吃过弟弟都上啊？就你弟弟尔。这边鱼这把不是油，这把足 Q 的哦吼。这两块啊，一千块你买到几担？我都卖你一块多，这就是半公斤啊，四百五担至五百五担，一个半公斤左右。正地总是一千，我来讲哈，动作快点哦。今天啊，加量，但是我没有加价。哎，冰箱这一顿你无在吃完，你免加骗。第五个人客你卖等钱哈，第五个客人你不要丢钱哦。加四块，总计五百块，五百块买到退钱，五百块后边无，五百块，一个分加百块，对半公斤这里卖掉，卡在你搬来咯，五百落来，五百块来才搬过，谢谢来一千的走过，走了啊，最后存一个，最后存一个免鱼。五百人，后边来，谢谢。还有一个咩？啥物人？还有一个等钱的你哦。这地哥卖你很好，这地咱来养我养叔，我卖你五十刀，养爷卖你一百，我出加刀，阿你卖眼光，好不好？哦，好啦。你啊，你反应算紧的，张人家反应较慢，我出加刀伊讲好见面怎出抓？今天啊，迄个人嘛有啊，我养叔找我找死啊我。一个卖五十，对啊，啊杨叔啊，看我昨我连赢几下呀，你都拢无要求。哎，昨我出价都伊讲好，伊都出纸啊。昨我连赢几下呀，哎哎，谢谢姐哦，好，好来，红的哦，哎红的我随和哈，谢谢司机啦。红的，好，给我随便，红的加鸟，免阁客啊哈，我送碗倒来。红的加一样，不要少。用水甲香滚下风来洗洗，我倒落吼，安尼唔对吼哈。来，我教你杀，我搁来教一遍好不好？风来袂使用滚水杀，爱用冷水含冷水做为杀。安杀开较会软 Q 啊吼，较会 Q 较好食。来，等我上完倒来。水冷冷，风来我倒咧，冷水来底胶水落我开好滚。你无水香滚风来洗，我倒咧滚水内底咧，安杀开袂食真诶。来无，爱含冷水，水冷冷，风来倒落，牙齿落开好倒。你看伊嘴底冒泡，或是金毛花，恁人睡在伊去冒泡呢？冒到尾都要未食一个软鱼啊！你看到他在冒泡，马上关掉，安尼就会食起来吼。安尼食度拄拄好，一顿三四五个人客，这小卖五百，你若买着几担，我都卖你五块倒啦。这超过两三斤哦，这总去免五百，六百一边落，使得四五个人客，第六个免等钱，三百落来，三百块。三百块，三百落来，三百块，来，谢谢，好，来倒卡拢无啊哦，来五百块写到，倒卡来五百只来，谢谢，来叫那五百哦，一千块写到，来谢谢你，来搁一个五百上，五百块倒来，来我套落来，阿你给我以后。红雷，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人要出五倍五倍红雷？人家走哎，五倍红雷，等一下走，您走你会后悔哦。等一下你没有送到，那就抱歉，哥不？哥干不？三八了，最好招两个人客，最好能够招两个人客，好不好？红雷这对三八哥，后边呀，后边呀，哎，最好存几两客。最好存几两个，最后一位，最好存几两个，够无？最后一位，我尽量开，尽量没有说啦，尽量吼，尽量甲拼完来。哦，咱们也算分无啊嘛吼，已经无啊吼。最后去招几两个，三百块，三百块还有没有红的？三百了，
拢退掉嘛，然后来上店的皮要有啊。我请问一下，上店的谁点的？哪里？这边哈、哦。小姐，你冰箱大的还是小的？大的，大的都非常大，看机器都是大样的。外公，这部冰箱你有哪一家喷水大大哦？这装起一百了，它不很大嘛哦？那你就冰着它吧。来吃哦，较紧的啊！这是鲍鱼，鲍鱼鸡，这只鸡啊一块我卖袂，你多两顿吃得啊？不卖，你多买只鲍鱼的钱得啊，好不好？鲍鱼的三文鱼的钱，剩的拢都卖袂，留两顿吃。啊，这袂使煮哦，挺好啊。这听好，鸡啊全部我抓开来，鲍鱼鸡拢无啊，都没有了哦。那我要上后面箱，帮我翻一翻。都无啊哈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十只尔，都没有了。一只本来八啊进去啊，九啊去。这鲍鱼我卖三文鸡的钱，这只鸡啊卖卖，你了了，等下这四斤我一定要加200cc 的水。你规包卖透多浸入水里，差不多十分钟了，退了，你也讲哎软软啊，你透开来底搁一个真空包装，搁一个真空哦，真空你也搞开加下淡点200cc 的水加落，咬死落甲开落倒，卡甲香滚倒啊！袂使南洋面素，南洋内袂食是南洋面素，先点有那歹食。一两十个人，十只十只，要一只讲食，要两只讲食，免白了交我去200块，你讲几包来？要几只？两只，你交我来，200了，来一只，两只来，你两只哦，加两只来。大鱼也做200，国鱼也做200。啥物人买两只？好来，今日啊，搁落柜倒啊，搁落柜吼，好来，啥物人诶？来客气一声，客人客气一声，客气一声，客人。来什么人客气的？客气的什么人？客气的什么人？无啊，没有了。来客气的两个，来都来，都给我，无啊，没有了。来什么人客气的我？唔呀，什么人客气的无抓到的？拢我好好，好谢谢，因为咱。钱，叫人，咱一定爱叫人吼。我爱讲好，讲啊好。我无走，今日无走。啊，你提几年？你一千个嘛，两只嘛吼，一千两只，一千两只来走600来。拢走了吼，啥物人无走掉？老板娘，我可以装冰块吗？可以装，你要多少？要一吨还是300公斤？这里都有吼。这样好，一个两好来。红雷哦，红雷都叫买，今卖个买哦，300块到300块，300的话，今日来。第五时啊，来300都赶过，红雷300都一堆哦，我比华人带你做个熟，300块，拢有吗？你买两份哦，你想开买两份，开小卖哦，来啊，再弄你100了啦，来，我你几只哦？100块买无？你看有别人无哦？100块要不要？要要快点。这样哦，来鸡啊，全部抓开，好，全部抓开，鸡啊来。拄只你鲍鱼鸡有买着啊？啊，你无买着鲍鱼鸡，我讲这只比拄只还贵哦。这只吼，我讲你听，这只干贝、干贝甲冬虫夏草类炖的啊，做食。啊，这是应付办桌的用。啊，最近啊，一挂嫁娶的，因有结婚无？因有结婚哦。我们祝福他，因有结婚。啊，当时要离婚啊，唔知。因有结婚，啊，唔过因拢办公证结婚啊。公证结婚啊，以后这疫情过，因较要补请。所以这鸡啊，这鸡会当保存2年的时间。我们的武汉疫情什么时阵会过，咱唔知影。所以我先提这只半烧上，给恁食，恁食讲哦，我这鸡啊，想起正好食这土鸡啊哦，哦，啊这全部我做3600几只尔，所以啊全部改一只。咱半烧上，这只4斤外，4斤多吼、哦，啊一只，卖讲到800几块我钱收平，我卖两支腿的钱。所以当堂下手，我干袂卖，我送恁食倒。好不好？这嘛是爱加200cc， 就这鸡啊大只汤少，吼、哦，一定爱稀释哦，200cc。啊，你规包进入水里退冻的时候，200cc 就加配，啊，怎香滚来倒啊？唔免阁煮啊吼。哎，我前水就变咯，啊，变阁几只？12只尔吼，4、6、8、9。这全部啊，啊，变阁12只。啊，这阿姨是只高价，后面还有12只哈，几只免高阿姨高阿六，
一边落个西地哈，啊，你买着福气，啊，好食桂林面套，这别完都无啊，因拄啊歹势，拄啊碰到这个武汉，都无我都因都无办到啊。那结婚哦，嫁娶，啊，赶紧结，啊，以后人家补请，这十年无咧请人吼，较紧了，直接免交阿姨，两百楼两顿家饺送来，你几只？直接来两百来，两百块，两百块。一只两百了，这只四斤五，一定要加两百四只水啊！后壁两只来，还佫裂开好滴滴，哦，还袂富哦，涨起来哈！两百块，我进来，后壁两百落来，后壁袂来。啊，这好只贵，唔免套，你套嘛无？哦，这贵就无啊哈！什么人诶？这两张纸碎开来，哦，今日挂吼，袂富起来。来只两只，来我找你哈，我找你，来，只两只，对面两只，对面两只，来五百块谁拿的？我发下找鬼哈，能有啊吗？来要套落来，要套落，啊你跳伊倒啊，两百二，一只两百块，这只四斤我。这体重都嚣滚，爱个加两百 CC 的水哦，哦，一定要加两百 CC 的水，两百块，后边有一只，来，一赶过，阿无去，第一人你都赶好人，然后安尼因无倒退，来好来过来，来，两百到两百块不好亏，来再来，先无抓到，拢无熬，剩六只尔吼。剩下六只，二四五，剩五只尔，拢无也无半只。两包鸡蛋去尽量买一只倒，吼、哦，买两只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，合家平安大赚钱啦。食两只鸡腿的钱，我袂食不，诶，袂食买水的钱啊，剩下拢唔免买。两百了，两百块两百，够无？还有没有？红牛来要，要吃什么？啊，要食啥？要食糖啊要，要食红牙车。啊！你头仔听爱食红的呢，啊！你阿爸肚肚肚袂消，胖拢爱食青。要吐要跳，哎，都唔通食啉水倒啊！要吐要吐，你唔好让我烧钱，我专门咧烧钱啊！烧钱唔输烧输唔赢啊！去讲的食饭的，你阿唔好谈只咧钱，一句来一句去。我讲讲话趁人足忝的，啊！不过语言是感情上的沟通，经济上的桥梁。你没有讲话又不行吼，啊！不过我落台麦克白来，我都无讲话啊。你伫电台听我咧讲哦，我嘛是同款啊，伫度唔少讲足侪话。咱毋是咧高雄惠民广播电台四点零七的频道转播台八点七，咱毋是八点到九点半。你伫听我讲话啊，无我落台，我离开就迄落，毋是我就拢总无讲话啊。系啊，就无讲话啊。较紧的，你去听我讲话吼，啊较紧的哈。一百落来一百块，一百块一百块来，买两份哦。你即马是拍算要开小卖吼？来，好无？哦，阿彪好来。啊、你刚才你就有买了，现在为什么又买？你买那么多干什么啦？我喜欢爱吃。哦，好 ，OK 嘿嘿。我不是老板，我老板我倒啊。无走无走无走，今日白金人无开，走走走走走。好来好来好来，青菜倒来。一个无？好啦，无要紧，阮兜在做拢话你搞唔听，好无？来边啊遐，边啊遐啦，来啦，安尼啦，阿彪啦，来啦。三三个对 ，OK 来，三个过吼，真欢喜啦！啊，小姐，啊，这只讲去卖嘞，好无？来，三无赶到遐来，好啦，好，好，来啦，好，来阿彪，赶一包滴滴来，你赶一包滴滴哦，阿姨，好。要赚赚完都这边别贵点的俩，别期望是十几零两下，买个十万买个十万，这边这样，好啦无啊啦，够钱两百来，你买一百多啦好不好？买一百多啦，来五百上的，五百什么人的？五百上客的，买三个，安尼爱找你两百嘛，是不是？哦好啦，好啦好，无啊啦。你有买到啊？袂，你还袂买到吼、
加着加俾你八十套，而且减三粒吧。其实我临时我是阮家的第二拖，第二早出门。来，谢谢，感谢您哈。啊，我们再次的呼吁一下哈，咱台湾防疫做了真好，咱唔免去超商抢一挂物资，唔免。咱这面讲啊，咱这是台湾，所以你唔免去超商抢物件哈。真正俩，这样不好，两打九板无啊，这饲的，这样子的，啊，这拢都袂当，拢袂当出口。包括追个全世界饲水产上较厉害咱台湾人哦，啊，这饲的这是代表中央安这样子的两打九板哈。要这样的一公斤外销偌济？外销六百四十啊。九年前、九年后嘛同款，拢无起价吼。即咱的政府吼，我哪会呼吁一个？咱的政府应该爱替咱的渔民，国外讲价少，这一公斤六百几块，啊，饲了会起价呢？九年前一公斤六百四，九年后今仔日同款六百四，拢无起价，所以咱渔民真辛苦吼。啊，即阵拢讲无在钓出口，水果嘛是无法度处理啊。全世界饲水产上厉害，咱台湾人。这不是咱台湾人家讲，这是全世界公认的吼吼。这边防疫嘛是全世界台湾上介厉害，吼、哦。大家想讲咱台湾可能会错赛，结果唔是。伊拖靠北阿台湾，我边海地方海海无地哇，吼、哦。伊真后悔啦吼，大家做后悔哦，后悔敢要敢海海无地。我讲啊，人咧做天咧看咧，人在做天在看吼。加六百四十。两个人去了，两公斤一千二百，我甲发千二啊，拿发一千，属二百唔免。下冰箱冷冻看只，两个人去了，唔免一千，三百块了，两打就办两个人去了，没有了，三百块，后壁，后壁，三百块全世界存一个煮糜给囡仔食，煎炊煮汤煮糜，随在你爱撑起你唔通买，最后存一个刷无啊，没有了。这种什么鱼啊？你若有手机、有电脑吼，你也查一下吼，叫做人鱼。为什么咱拢食野尾啊？身躯都无肉都袂食，这禁海全世界咪台湾哦，全世界禁海二十六年拢袂使抓，抓到违反海洋公约，爱在公卡床，袂使哦，袂使抓。抓到你嘛是爱放弃，袂使抓开。啊，这顶年全世界开放拢会使抓。第一个国家抓到是第一个国家苏联，第二个国家咱台湾的朋友，这一公斤两千六，所以小妹妹这一门刀，你公司无讲甲买，你们吃袂起哦，你也唔敢吃。我讲今仔日拢互恁大家人拢去吃，互恁大家拢吃得起哈。我讲这才半公斤哦，这超过半公斤超过，这也无半公斤，几担卖你五块，这个无人鱼，这下人都人吼人鱼。我讲哈，互你去吃。才超过半公斤了哈！你食人鱼，人家倒顿豆油半珍珠煮汤炊，拢好食。这你也煮啊，烹饪偌困难。这大饭店没用啊，即卖餐厅倒几啊间哦，吼、哦，倒了好几家，足可怜。来遮装鱼啊，遮免穿衫，遮我来讲免穿衫，遮五百你无去买啊？佮像一公斤两千六，遮半公斤，哎，我就爱穿衫。我用穿衫加穿衫，遮无一公斤赔你十万，遮超过一公斤啊，遮若一公斤吼、哦，来一堆哦。两个人客，总去，唔免两千六、两千、千五、千三、三百块、三百块，这鬼妖无好人鱼，这你上网查了，人鱼野人都人，人鱼鸡摸人，波波摸鱼，人鱼最好存一个来，三百块，找七百，安怎我拼音安尼唔对吗？人鱼啊，鸡摸人嘛，波波摸鱼嘛，人鱼最好存两个。三百块，三两块钱，佮唱到 A 歌，你们请来唱歌，唱到回三百块，最后佮招两个人客，你们是看只只人搞的哦。三百块拢完，你底只收开不哩拢好无？咱明年较袂等到过期，也是较袂，真无过期，煞唔敢食。哎，三妹，你个冰箱大卡细卡，大卡唔大啊，袂只佮袂只袂哩五百了，都食了上济，好无？来两百了啦。一百块，一百块来，谢谢。哎，还没有吃啥？这好喝，这吗？你内行的哦。这阮朋友的鱼啊，这阮一来船啊，今仔日坚定吼。哎，这这内海鱼，出一人唔捌甲当作啥？多一个阿姨啊，来要笑一点死。哦，恁祖妈食啊，食的话九十六岁啊，唔捌看过红鲟鱼啊，这大尾，这不是红鲟鱼啊吼，拜托的。你真正无当作鱼啊，目睭无，别个甲看一个鱼，这内海鱼。
叫做四季莲啊，伊多四季秋季尔，本地有五季啊，一季就就批咗六季，多剩四季，叫做四季莲啊，只有遐两种煮法，真脆，无法啦！你们看俺两顿煮汤嘞，这忙咧煮汤啊，你只免交两千、三千、几千，上点没？你点没？买五百块咯，这了钱哦、喔。这只六七百块，这只金瓜，这板都无这大只未使，五百块咯。你拍算几千拢买买？我们拢中国你啊，好不？看啥事啦？他这样没了你的，你给我听讲。你了头家是？不行，不不啊。什么价？全包五百了，刷不啦？挂边几五块？五百块准包来，好，好 ，OK。我讲咱开尽量吼，你我个兵也是有在家，你提提等于，啊，你没烦恼介绍，只要你有在条兵，你就提等于，啊，你若无啊，大兵像兵要细卡，那免钱送你嘛无路用，兵没落，造成着你困扰，吼、哦。至少在暗里的话，这我来讲，野生的白菜在饲的哦，这饲害你伤亡，一只无钱赔你一千万，这类也不是你家买。钱，你内底要哪正钱？内底食又提提菜，一只菜都菜百五百六。这只我卖你一百块，你唔好假买哦。我卖你一百人卖百六，百六比我一百个俗，一百绝对比百六个贵。为什么？你唔知影？因为我无提你台呀。人个内底阿爷伊有提你台呀，吼、哦。所以我卖你一百块比百六个贵啊。我确定的哈。你吃红鱼，人家台湾红鲷鱼。你吃红鱼，卖就千卖就九百、七百、八百、五百，唔免两百块，连卖两百块。台湾红鲷两百块，这把真油哦，啊，这无市场，我咧称两百块，两百块便宜，你不要丢钱了啊！两百块卖两百，这鲷鱼这做一只这把油哦，没有厨房就没这免注意。你今日哪会吃？你明仔就吃，明仔就会吃，会吃，会吃，礼拜吃，后礼拜会吃，过会吃，过会吃，明年吃，明年会吃，后日吃，会讲会吃，开两百来，两百块。能有吗？都有了吗？两百块往一买，这只鸡才三百呀，小的不过有台，我无台，两百都直接过来，直接六十几块，六十几块，两百都两百块，两百拼不完，当场切块煮熟，你看，哦，我自动叫伊切啦哈，来，能有吗？都有了哈，三百，来，无啊，三百，二百，二百，一百，一百五，一百块来，准包一百来。刷无啊，一百块，安尼较会紧啊！卖物件都卖在底下咧卖卖吼，啊紧对啊！来讲完来，每只讲完的人替我来讲啊，最新的讲完哦，最讲完已经开偌久啊？开六十八年啊！哦，今年都第六十九年，即阮同学因后生真叻接，阮同事已经退休啊！我真够一个话，伊啊想变哦，怎啊用？我来讲哦，最新的啊，即客家人，哎，客家人啊！你较早同学，啊，因后生真较接啊，啊，今年用退休啊，因为中风嘛，中风怎啊退休啊？带着一卡一手，有啥物中风？因为伊无咧食鲑鱼，鲑鱼一礼拜啊食半斤，即使也要中风机会零。啊啦，因为他不管煮完啥，后尾我咧未讲完，想来介绍对鲑鱼去啊。哇，讲完啦，我怎啊介绍对鲑鱼无当库存去啊？车外讲啊，车全部啊。你新的买只套八百几块，全部免就十个九个八人去咯，卖就五百四百煮汤，我讲哦，你也扣开，多两刀，哈，煮开多一粒玫瑰花，全部八人去，去吧，一百块，等下哦，我加个你，八加八等于多少？一样等于八，不是十六哦，一百块全部八个客人啊，一个两个来，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，进来哦，六个，那边是派一个代表。进来来，动作快点，等了七个，最全世界存一个，三无买着，一百块后标无，一百块最后全世界存一个，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最后一个一百块无买讲完的牙手，无买讲完的细细牙手会买一百刷无啊？一百或者八个客人吼，好，阿要食啥物鱼啊？这有虾啊，阿几虾啊？啊？来，啊，这大只哦，有大只无？这饲的，这咪草的哦，这安卡的，哦。